是《喜剧班的春天》第二季。今天班会一开始呢，老师首先要宣布一件事情啊，同学们，有一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。最近呢，有人频频地向我提意见啊，说我的这个教学方式呢，可能有一些太过于严厉了。老师也是人嘛，总有一些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。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何欢同学就做得不错啊，他就当面的给老师提出了意见，何欢你给我站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多多的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，这样呢老师我才能够知道到底是谁对我有意见。俗话说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那一生当中呢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老师，总有一些印象深刻的。那么今天的班会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我的老师。谁先来呢？何欢一直看我干什么？是不是又想提意见了？行，来来来，你先来啊。在我的印象里呢，程老师呢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，就是虽然啊我不知道是哪位同学说程老师严厉，但是我在这儿要必须的啊，非常不客气的警告他，下次少说点实话。我记得有一回啊，我有一道数学题我不会做，我怎么算我也算不出来，我就去问程老师，程老师呢不但没告诉我怎么做，还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，就臭骂了一顿。当时我二话没说啊，我就跑出了考场。谢谢大家。呜了呜了，说了半天一点意思没有啊，真无聊啊。要是聊到老师的话，作为我来讲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的班长贾玲，因为她在生活当中更像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更像是我们的家长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一般家长啊对孩子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就是他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吃掉没有肉的部分，然后把剩下的肉都留给孩子们吃。你像贾玲也是这样啊，比如说吃鱼的话，他会只吃鱼头，然后把剩下的鱼肉都留给同学们吃。所以说这么多年下来，他请同班同学吃饭永远只吃剁椒鱼头、鱼头泡饼、鸡骨架。好，今天我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说到老师啊，这就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小王老师。我记得呢，据说小王老师的失眠症非常的严重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。然后我就去跟小王老师说，我说老师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压力大也是就是失眠，但是呢我在睡觉之前啊看了一段视频，结果我就很快就能入睡了。小王老师听到之后非常开心啊，就让我赶紧把那个视频传给他，于是我就把他讲课的视频传给了他。但是我们小王老师也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他的知识面非常的宽广。我知道他对于心理学研究很深很深，有一段时间呢还要出一本关于如何治疗拖延症的书。后来呢因为他的拖延症太严重了，这本书就一直没有出。谢谢大家。我一说到老师呢，我就会想到我的音乐老师。他说现在这些人呢，这些孩子们也不爱听那些好好唱歌的了，就爱听一些翻唱歪唱。比如说有一首歌大约在冬季，现在特别流行这样唱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这是啥呀？这是给老师气的。还有一首歌叫做五环之歌，啊五环，你是我的。真正的原唱是蒋大为老师牡丹之歌。我的音乐老师对我说，
现在孩子们都不知道这首歌原来怎么唱了，你一定要教他们怎么唱。下面我就把这首歌的原版教给大家，记住这首歌唱的不是五环，是牡丹，它是这样唱的。啊，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，谢谢大家。人家唱歌要钱，他唱歌要命啊。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，老师还是觉得其实呢每一段师生情都是值得被纪念的，因为呢一路走来我们都是在很多老师的帮助下慢慢的成长。那么对于我们喜剧班的每一个同学来说呢，喜剧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，因为喜剧教会了他们怎么样去发掘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，然后去创造出更多的快乐。而在这些快乐的背后呢，可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，但是呢喜剧也同样给予了我们所有的满足和荣誉。那么作为喜剧班第二期的班主任，我也希望我们班上每一位同学呢都能够越来越二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的汇报演出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在观看我们今天所有演出的同时，您如果说喜欢他们的作品呢，就可以带上我们的班花为他们加油。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喜剧班汇报演出现在开始。